我的富里有机米，这个米饭是我们花莲最贵的，我希望朋友们吃到最好的，所以我选择了原住民种植的紫香米，再配合我们富里有机米来分享给大家。所以这个米饭呢、是花青素高，可以抗癌，所以要多吃紫香米，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啊。好，先看多右，一、二，好，等一下，先做这个动作，先随便，然后我再来教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老师右边的朋友哈，全一、二、三，出草。OK， 好。
搞自拍，来看我，一二三，哇，出草了，出草了，哇，这个已经都要当领袖了，哇，又再来一张，哇，这个有领袖的样子哦 ，OK， 棒。对呀、好，要下去的准备跟着左用走喽。哦，头戴头戴，哎，现在教授已经准备留下来了。好，来吧来吧，跟着队用走喽。哇，完蛋了！来，要跟着队长走的先往前走。不会，我们的民宿卖的没有很好，六间，然后30个人，因为我有2人房2间，4人房1间，5人房2间，6人房1间，但是每一间房都可以当2人房用。哎，脚踩稳哦，不要拐到脚哦。来，要上来的跟着来喽。一个签一个，一个签一个就过来了。我们一个签一个，一个签一个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很棒的，这个感觉很美。要走这里，这里那边比较深。可以啊，你这样跨过去，美女，你到那个上方去就可以了。到那个岩石上面，这个岩石，对，我们就往上攻，往这个岩石上方攻。哇，这个感觉很好哦，这个感觉不错哦。抖用第一次操作大团队走这一段，你们给我机会，让我学习一下。
好，你们在这个上面，我们再来个大合照。好，在这个圆盘上面，我们来大合照。手牵手，棒啊棒啊，你们很棒，你们真的很棒。怎么了？欢迎你们！好，一二三，耶 ！OK， 可以了。小心小心，哎，好，靠自己的体力最好，不要再人家扶了，危险。我们就到上面那一阶就好了，不要上去了。走步骤比较慢，我们要回头走。好，回头走。我看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合照一个就回头好了。啊，因为，Hello， 我们来这边合照就回头了。只要看到这两阶瀑布就好。到了，完蛋了！喂，可以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啊，这个得了啊！来，我们大家在我前面来，我们合照。合照完了之后，我们要回头，要跟他一样啊，这个很棒的。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好，我们讲故事啊。年前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72岁，跑来我家跟我诉苦，要来看病。他要看什么病呢？潜水夫症。结果我就跟他讲，你求。
再来一个，我近一点。OK， 很好，一二三，耶，出草，一二三，出草，出草。好，这个人最舒服了，一起入境。一二三，耶 ，OK， 好，你们上面的，一二三，四摇，这边来一个，一二三，耶，四摇。这两位赚到了，这两位，你们两位最棒。喂，你们两位真的赚到了，赚到了。上边也下来了，你们还有行程哦。今天这个行程啊，带团队走这个行程呢，我是首创，第一次，所以要感恩你们。我觉得以后我就要这样操作了。好，还要挂过西哦。你们很棒哦。好了，可以下来了，同学。好，要照顾一下别的同学哦。这里，这里 ，OK， 那边，对对对，走那边好。那个同学也湿哒哒的，真好。有一个女同学，一二三，耶，站好。你们很强，你在那边的，哎，哪里没到？哇，蛮那么面貌可爱的。
跟哇，这个体验真好，真凉快。晚上不用洗澡了，哈哈哈哈。哇，你们两个最爽了，反正都湿了。他们两位最爽，反正都是已经湿了，都无所谓了。这个是勇士啊，防水防水。哇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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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一定要的。哇，抱着临水过程，回去跟公司请款，落汤鸡回来。你看这两个落汤鸡了这个是拍美照最多的，拍美照最多的，一定要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人家把它打开给他们过，妈的，好，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。